為了要維持長期作戰的資源供應以及機動力，日軍就必須掠奪馬來半島的橡膠和石，以及河屬東印度的石油。若果要有效地控制這兩個地區的天然資源，就必須攻奪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新加坡。新加坡何以如此重要呢？我們打開地圖一看，就會發覺新加坡北面是馬來亞，東面是婆羅洲，南面是爪哇島，而西面就是蘇門答臘。新加坡就正處於這四個地區的中心位置，所以它的戰略重要性真可以說是一目了然。當時的馬來亞以及新加坡都是英國的殖民地，英國知道新加坡一失，整個東南亞形勢就變得岌岌可危，所以英國就銳意將新加坡構築成一座堅不可摧的軍事堡壘。非但在陸上有10萬名的士兵駐防，而且在海上還有強大的艦隊是巡航的。英國的首相丘吉爾對於守衛新加坡充滿信心的，他曾經對美國的總統羅斯福這樣誇口說，他說新加坡已經構築了重要的軍事設施了，足以應付任何的挑戰和變化的。但是新加坡的防禦工事雖然十分堅固的，但是就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的，就是島上的大炮，他們的炮口全部都是向著海洋的，所以若果敵人從前面的海洋進攻新加坡的話，這些大炮足可以應付有餘的。但是若果敵人從新加坡背後攻擊的話，那這些大炮因為未能夠轉向，所以就會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任人魚肉了。日軍方面負責進攻馬來亞以及新加坡的日軍，就是由山下奉文中將所率領的第25軍的。日軍的策略就是要避開新加坡面向海洋的強大火力，出其不意地由新加坡背後的馬來半島是登陸，然後在背後是襲擊的。戰火一觸即發，山下奉文所率領的軍隊在1941年的12月8日，幾乎就是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，兵分三路在馬來半島登陸，然後兵分三路向南推進，目標就指向馬來半島最南端的新加坡。雖然英軍早在馬來半島收足了堅固的防禦工事，並且派遣大軍是駐防的，但是日軍竟然能夠克服馬來半島森林作戰的艱苦，是節節推進，一直揮軍南下，僅僅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，就在1942年的1月31日是攻佔柔佛新山，咁同新加坡咧，只不過係一河之隔而已。從此新加坡咧就危在旦夕啦。當時新加坡駐軍咧有12萬人，比起進攻日軍嘅兵員咧多出1倍嘅。但係好可惜嘅，
負責海上守衛的英國增援艦隊，包括威爾士親王號以及反擊號，都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是被擊沉，以致損失了大量的可以還擊的火力。新加坡孤島作戰作困獸鬥，苦苦支撐了一個半月，終於在1942年的2月15日向日本無條件投降。馬來亞以及新加坡的先後失陷，非但令英軍失去了他在遠東的兩大片殖民地，而且又令日軍可以控制了整個南洋地區的交通樞紐，肆意掠奪當地的豐富天然資源，咁就令日軍就有如如虎添翼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了。